完了，当时在那笑呢。他宝宝就跟人家说，他宝宝就跟人家说想听这首歌，能不能放一下？放了呀，肯定放了呀，不放我怎么听着呢？我当时感觉这首歌没有不怎么好听呢。然后这两天想起来，我操，我听了一下，感觉还行啊。妈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我靠，仿佛回到了那天。什么时候结婚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。争取30岁以前结婚吧。去过东北吗？去过呀，我就是3月份的时候去过，不对，2月份的时候去过。2月份的时候去哈尔滨。操，我朋友都他妈结婚了。今年初二有个朋友结婚，然后明年年底也有人结婚，朋友都他妈结婚了。哎，东北真有桌脚吗？有，他妈真有桌脚了，人家他妈东北人都不嫌脏是吧？都他妈倒桌子上吃，就摁黑是吧？黑起来了。出过国吗？还没出过国，没出过国。今年多大呀？今年25岁了。我爱生日25岁了。哎，你说，我想去日本转一下。如果能出国的话，我想去日本，还想去冰岛，想去冰岛转一下。但是听说冰岛去一趟挺贵的，他妈好像去一星期要10万。那天我 B 站看人家那个去冰岛拍的 vlog， 感觉挺好玩，想去冰岛。听说他妈去一星期就要10万，我操，不知道我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去。10万，我操，他妈一些正经人谁他妈10万去一星期啊？
偷偷在爱你。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，什么样类型的女孩？我喜欢那种性格好的，性格好点的，开朗活泼的，外表其实一般就可以，不需要，就能看就行，一般就可以，不用那么好看，瘦瘦的，高高的。就那样就挺好。我正在想你，书包怎么没戴眼镜？戴的隐形眼镜。这不是我操，戴眼镜他妈形象不好吗？不戴眼镜。不想戴眼镜，我操，戴眼镜不舒服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有没有做过寒假工？我操，那他妈肯定做过呀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打工的。我从几岁啊？15岁我就开始打工了。15岁那个啥，我就开始打工了。15岁放暑假。打的第一份工，去了一个快餐店，一个月他妈的1000块钱，干了一个月我就走了，去了一个快餐店打的，后面还去过商 K 上班，去过网吧当网管，去过那个火锅店，然后还干过啥？当时他妈没钱，我操，想买什么东西都得靠自己，又找我爸妈要，他们又不给我，我就自己去打工赚钱。抬了多少女粉？没抬过，真没抬。什么鸡巴富二代？富二代他妈我还去打工，打狗屁工。干的什么呀？工资这么少？10个小时一个月才他妈2200。这不找个他妈3000-4000的工作，2200能行了？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进去，或许你做餐饮服务员很累的，我操，还不如去找个网吧当网管，当网管挺舒服的，不用干啥活，卖卖零食，帮人家开机就挺好，就可以，不累，没事了还可以玩手机。当他妈服务员要一直干活，一直干活。但是长得不行，你会愿意吗？那要看长得有多不行，一般的就可以。一般的就可以。妈，外面好亮啊！看着我他妈跟他妈后面他妈有光一样，我操，跟他妈的佛祖一样，我操。你属于活泼开朗的人，我不是，我话很少的，话很少很少的。我在外面基本上不怎么说话。
坐在闭上双眼之后，才能看见你。眼保这种可以吗？不，那眼保这种不行，我喜欢瘦的，我喜欢瘦的，我喜欢瘦高瘦高的那种。你都不是，凭什么让别人活泼开朗？我操，那他妈的我不是，那我那不是得互性格互补一下吗？那我就因为我不是，我才要找个活泼开朗一点的，要不然我俩都不说话，多尴尬。三四千找不来啊？不会吧，现在工资应该都不是挺高的吗？三千应该能找到吧。嗯，也是，这是张震岳的哪首？我操，你都能听出来是张震岳的歌。这是张震岳的秘密，秘密，秘密，挺好听的哈。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，你的声音。不要只有在梦里才能看见，才能靠近。我可以慢慢的等。是吧？这都能听出来了，我怎么听不出来？可能听他歌比较少。这首歌挺好听的、哦，秘密，秘密。好老啊，确实确实好像很老，几几年的歌，不知道几几年的歌。还是老歌好听啊，你妈现在出的歌都他妈难听的要死。全勤奖拿了吗？妈，老子都他妈不上学两年了，我都他妈毕业两快三年了，我靠，还他妈全勤奖呢？哦，你说我打，你说我上班是吧？全勤奖他妈没拿过，拿球呢。学历比你低的你会看不起吗？我想找个学历比我高的，至少找个本科吧，他妈不能跟我一样专科吧？我操，找个专科的以后结婚了怎么养？怎么他妈教孩子呀？我他妈的我又辅导不了，那找个学历高的辅导一下吗？我学习本来就不好，还找个学习不好的。陈毅都没播，你敢播？你比陈毅牛，确实确实。怎么没升本啊？学习太差了呀，学习太差了，要不然我就升本了。专升本也可以啊，本科就行了，起码找个本科吧。我靠、啊、他妈本来学习我学习就不好，我找个学习不好的，他妈以后生孩子怎么办？虽然我没打算他妈要孩子，以后他妈别要孩子好了，我也养不起，以后就两个人过好日子就得了。唉，看看吧，其实也不是不行。如何评价我给眼保录播只有个位数，
播放量，那不正常吗？我操，又不是什么大网红，又没有什么自然流量，那正常啊。我操，怎么感觉我他妈这么帅呀、啊？我操，哎，我他妈真他妈帅。真你妈帅，我操！他妈的，疯了！为啥不开美颜？不想开呀、啊，我操！开了美颜很奇怪，不开美颜不是挺好的吗？这不是挺好看的吗？什么时候我操，什么时候他妈找个整个会拍照的，我操他妈出去给我拍几张，拍一张好网恋，他妈我自己不会拍照，找个会拍，拍一张好网恋，他妈我自己不会拍照，找个会拍照出去给我整两张，然后那啥，然后去网恋去了，哥们儿。搞点户外，户外干嘛呀？你们跟我说户外我干嘛？我直接就出去了。我主要是出去不知道干嘛。户外没事儿干。我手机快没电了，刚刚提示10%了，是吧？近况如何？近况就得来混呗，我操，还咋样？直接烂就完了。颜宝男的女的，肯定是男的呀。下次直播和对象约会，我操，他妈老子他妈同景城是吧？还跟你直播约会，给你搞剧本，给你搞个恋爱本。要不我他妈也花钱租个女的跟我去谈恋爱吧。直接播户外就完事儿了，直接郑州同景城，直接他妈河南第一申请，好吧？我直接他妈河南第一申请，租女的让摸吗？那你看你租什么价位的了？你要租他妈的价位高的，那肯定得让摸呀，是吧？怎么说？主要我没车呀，我靠，没车呀，怎么办？要整个车，我操，老子他妈直接播户外去了，直接租个女的，然后给我整个恋爱本，直接播就完了。其实播户外也挺好，挺有意思的。有时候那种随机事件，我操，直接就出来了，挺有节目效果。你也过阴历生日？我不过阴历生日，我一般过的都是阳历生日。我今年阳历生日大年初一，1月22号大年初一生日。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操！唉，听首歌前吧。小书包在哪个城市啊？在郑州，河南郑州。我操，洗洗手，这他妈的，这个酱他妈弄我手上了。
真的吗？城里人都过阳历，我是觉得阳历好像好记，我就过阳历。我也不知道为啥过阳历。我记得小时候还我妈还让我过阴历生日呢，他们记得都是阴历生日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过阳历生日了。酱，就他妈这个甜辣酱，我操！我刚才在那玩呢，弄手上了。阴历生日谁他妈能记得住？那他妈怎么记不住啊？看一下不就记住了？我可能觉得阳历生日好记，我就过阳历了。我原谅不了我，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。我睁开双眼看着冬暖，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读完了依赖，我很快就离开。靠，说起他妈前对象这个生日这个问题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每个女朋友生日我他妈都记得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，我操，我他妈每个女朋友生日我他妈都记得，如何评价？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生日是3月5号，马上该她生日了，然后后面呢是九月二十五的生日。再后面是12月22，我他妈那几个女朋友生日我都记得老清了。还有谁的生日？放屁！我感觉他妈除了我妈，谁都他妈记不住我生日。我每次过生日，只有我妈记得，其他的人都不记得。我爸都不记得我生日。还是昨天在那吃饭的时候，我妈跟我爸说，明天是我生日呢。他说，哦，是吗？他说，哦，是。我能记住我爸妈生日，我他妈肯定能记住我爸妈生日。我爸生日是5月1号，他生日好记。我爸生日劳动节那一天生日，我妈是4月26。操他妈！我生日记得老清了。今年冲过吗？今年23年肯定冲过。我爸今天给我发了个红包，我也不想领，不想要他们的钱。你爸过阳历生日？对啊，他也过阳历生日。太少了是吧？不是，就不想要他们的钱。我记得我妈去年给我发钱，我都没要。去年好像给我发了个520，我直接给她退回去。不想要他们的钱。我小时候。
我小时候我姥姥还记得我生日呢。然后我姥姥每次我过生日，她还给我买零食呢。现在也不记得了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估计也不记得了。我小时候过生日，我操，我姥姥，我外婆给我买一大兜零食，给我拿过来。我感觉我生日还挺好记的，我生日阴历生日差六天过年，12月24，差六天过年。我爹很富是吧？不富。记得咱老的生日吗？不记得，没跟我说过。我靠，他生日没跟我说过呀？不是没跟我说过，我靠，我不记得他生日。没跟我说过是几号，没人跟我说过。哎呀，那不是说他记得我生日吗？我不记得吗？没人跟我说过他生日。快没电了，手机快没电了。我现在呢记不住我亲爸的，这我也没有点。我操，生日记一下，我每年过生日我还给他发红包呢，给他发个几百块钱。我也不想过生日，他妈的，每年过生日我他妈都是一个人，我操！妈，别人过生日他妈开心，我过生日老难过了。每年过生日我他妈都是一个人。我感觉我好像只有小时候过生日买过蛋糕，后来也没买过蛋糕，没吃过蛋糕，我也不喜欢吃蛋糕。好，手机估计要关机了，下了吧。圣诞节女孩呢？圣诞节女孩他妈不是在联系吗？圣诞节女孩找女粉过，哪他妈有女粉啊？真以为有女粉呢？听一首什么呀？听一首《红尘客栈》，然后就下了。一生日就分手，没分手。听完下了，睡觉了，躺会儿，累了。累了，我操，这女的他妈长得有点像我前女友。朋友圈这个女的哪他妈没有分啊，哪他妈分啊。下午好，是不是都放假了呀？今天应该昨天刚放假吧，就打上班的打工的应该昨天都放假了吧，昨天应该开年会然后放假了。我们
我们公司昨天开的年会，我他妈去的也没去，他妈的，老子年会也不去，去个屌毛去！往日交情常拥你入怀抱，红尘客栈放肆的。我们那个部门的那个主管，我们部门主管他妈的。我们部门主管他妈的让我去，跟我说年会让我去，我他妈理都没理，去个屌毛去！给我发微信，我他妈回都没回他。上到年前最后一天啊，那你们是应该私企昨天都放假了吧？私企应该昨天都放假了吧？你上到最后一天，我靠，那他妈法定就放七天，这未免有点了。一般不都私企都放15天吗？放两个星期，提前放一周。互联网公司嘛，对呀、啊，做电商的。你家里人身体咋样？家里人，我外公外婆身体不好，身体不好。然后我奶身体还行，我爸心脏不好，我妈还行。我们这边都是放15天啊。中午吃的什么？中午吃的汉堡王，这还有个汉堡，吃不下了。我只求紧张拥你入怀抱，红尘歌绽放似刀，宿命交。没鞋穿，没鞋穿，他妈光脚过年就完事了，直接你妈脚一砍，鞋也不用穿了，拄个拐过年就完了。不上班哪来的收入啊？谁说我没上班？我上班了呀，我就是他们前两个星期才没上班，我就是上个星期才没上班，之前一直都在上班。这是周杰伦的歌吗？是啊，《红尘客栈》。周董的歌。下了，手机没电了，我要充电了。下了，拜拜。说了一个半小时了，算了，拜拜。手机没电了，改天再聊，拜拜。See you。明天播吗？明天不知道啊。明天不知道干嘛，估计也没啥事，看看吧。拜拜。我去躺着看视频去了。拜拜。See you。See you, see you.